咁样嚟翻，嚟啦，系啊，好好好。好好，嗱，我哋今日咧系讲，嗱，我话俾你听个时间先，讲到31分半，31分半，好。而家18分，而家18分，啊，咁我哋仲有1分鐘左右，而咁家我可唔可以同18分，你讲1分鐘左右嗰个题目咧？我帮你谂埋啦，已经。不过你有冇题目先？你有冇题目先？我今日发生咗啲嘢，所以我谂住咧用嗰一件事嚟今日讲发俾生大咩家事听。啊？咁我今日喺 Wharton 度，我赢咗个即系个比赛啦。咁啊，而家用晒我成个 concept 就话，其实农药系点伤身体，但系咧。個問題就係、是、係啦，所以成個 Wharton、成個 UPenn 咁呢件大件事嚟嘅，即係我可以竟然領到咁多高層咁樣。咁但係咧，我就想講下嗰啲細胞個問題，就係話我贏就會令到其他人覺得我好似好霸道啊，要贏咁。但係其實講到農藥咧，我乜嘢贏啊？嚇係啦，你贏咗個乜嘢啊？咁嗱，好多個唔同，我贏咗第一啦，咁就係咁啊，贏咗第一。但係個目的唔係要贏第一，個目的係要令比到農賽藥嚟㗎，係咩個嚟㗎？比賽係嗱，你想改進世界啦，世界做翻啲好嘅嘢，跟住然之後咧，究竟有啲乜嘢係會改進世界？咁有個人就話啊，幫啲學生學好啲啊，另外一個就話啲女人嚟點啦，樣落仔啊？喂，啊，嚟啦，等陣，等陣，嚟啦，嚟啦，等陣，等陣。好，OK。早晨啊，各位，咁啊，11点18分啊，19分嘅时间啊，直播室有叶丽玲同埋何亨，系，多谢啊，电话线入边啊，有我哋嘅好朋友直播室。啊，好，hello，hello，hello，今日特别日子啊，7月22号嘛，系咯。有几特别咧？听讲话你赢咗个比赛系咪啊？系啊，我赢咗个冠军。嗱，上3个礼拜前就喺 Harvard 赢咗冠军啦。咁然后即系我个组啦，跟住然之后咧，今日嗰个仲难，今日嗰个就系。我哋要同啲唔同嘅高層咧，係講啲 topic 去點改進社會。咁啊，有人咧就係即係我啲對敵咧，有人就講話而家女人應唔應該俾佢生細路仔？呢個係其中一個對敵啦，好 hot topic 嚟嘅。另外嗰個對敵就係、是，原來有啲地方咧，啲人冇錢咧，點樣幫佢哋教育？你嘛幾勁？跟住然之後咧，我個 topic 就係農藥咧影響到啲人咧。啊，有啲問題啊，有啲人想讀書又讀唔到，有啲人嗌交嗌多咗，有啲人咧有癌症又多咗，咁我講呢個 topic，咁就有啲知啦，好多人都唔信農藥係會有咩影響噶啦，咁又要教育佢啊，咁仲有喎，因為比賽啦，如果我贏咗，咁即係我好霸道啊，但係我又要教你喎，我教緊你就唔係比賽啦，咁所以其實咧喺呢個情況裏邊咧就可以顯到贏又係輸，輸又係輸。你點樣可以喺個情況裏邊，好似我哋身體或者嗌交啊、拗叫啊、比賽啊，點令到咧自己咧，即係唔好贏咗之後等於輸咧，唔好搞到，因為唔好唔記得高層，我梗係想同佢做朋友啦。佢係啲唔知咩上市公司嘅高層，梗係做朋友緊要過贏同贏唔贏啦。咁但係點樣可以贏咗之後都仍然大家係朋友啊？呢 個好緊要喎，係咪？比賽就輸咗友誼啊嘛，係啦，嗱呢啲好重要就係嗌交咧，唔好嗌交收尾咧，做唔到朋友。有拗叫嘅還拗叫，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噶嘛。但係你點令到件事咧，就係、是、大家係會拔刀相助啊，大家會有個好個交易喺度。呢、這個係好重要，就係、是、要提醒大家，即、就、係、是、提醒自己咧，喺嗰個情況裏邊咧，其實我哋嘅身體日日都發生嘅事，個肝就頂個心唔住。個心咧就頂個肺唔住，點解唔敢咧？因為你食咗個維他命落去，大家爭啊嘛，咁無端白事阿皇帝，即係皇后咁樣，跟住咧 CEO，你又食嗰個維他命落去裏邊咧，就由個喉嚨落去已經喺度搶噶啦，響搶啊，去到只腳趾嗰度咧就冇得食。你諗下喺 Wharton 裏邊今日發生嘅嘢咧，就係、是、一個武林大會，跟住咧就爭拗，咁然後咧我就要用個方法就話，其實我哋啲仔女。嗱，咁佢話：咁你咁我要點樣拗法呢？我就拗呢樣嘢，始終都係咧好難搞嘅教育裏邊。你除非你捐錢嘅啫，你好難去整到個 system 係啲人係會做好啲嘅。咁呢、這個教授就咁講啦，即係個教授就講話呢個唔得。咁我就等佢講唔得啦。咁然後另外啦，就係話女人生唔生到細路仔，生咗細路仔俾人搞大咗肚，應唔應該俾佢有機會落仔啊嗰啲嘢？咁你又諗住整個乜嘢產品？等佢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
咁啊，然後又點賺錢咧？咁佢就講呢個問題，咁啊又搞掂咗佢啦。咁變咗我就話嗱，我嚟咧，我嚟救你哋嘅。我話你救你哋嘅，你知唔知道點解咁多人要食有機啊？係因為佢有錢啊，定係佢學咗個知識？唔係因為有冇錢，有啲人有錢都唔食有機嘅。但係點解佢有咗個知識就話唔食有機，可能個身體會接觸咗啲農藥嗰啲，咁所以佢就要洗大咗啦。佢洗大洗多咗，為咗保護自己啊。啊、但是呢他又跟隔離那個 他又不明白又要教育他。我說其實不用這樣的。我們的社會其實呢可以呢不用吃有機的。又不用吃那麼健康的。其他的不健康的東西健康一點就行了。那怎樣弄到健康一點呢？簡單當然是最重要的簡單。跟人談都要懂得怎樣談的。好像我們談跟細胞溝通。怎樣搞定這件事，就是很多農夫還有跟剪草啊跟你做那些花王那些。他哋就有個 KPI， 就係要片草綠啦，或者啲嘢好。咁佢點樣整咧？就唯有就係噴農藥啦，希望殺緊嗰啲野草啊，殺緊啲蟲、嗰啲昆蟲啦。但係而家你有冇加州熱唔熱啊？想問下你哋，你有幾熱啊？而家嗰度熱啊嘛。沿岸地區好啲，內陸啊。係啦，有啲風吹下好。係啦，咁啊，成個美國都好熱啦，好多地方都好熱啦。嗱 ，New Jersey 又熱啦，咁我講話。你知唔知熱會發生咩事咧？熱咧就啲蜜蜂會死嘅，但係啲毒蜂會多嘅喎。仲有喎，就係咧嗰啲 ladybug 啦，嗰啲好嘅羣個甲蟲咧就會死嘅，少嘅。但係咧啲假嘅甲蟲同佢差唔多樣嘅喎，不過咬人嘅甲蟲咧，又係有嗰啲紅色，然後有啲點喺上邊咧，不過多好多點咧，嗰啲就會長大喎。咁所以咧喺一個熱一度嘅環境咧。啲昆蟲，啲衰嘅昆蟲，唔好嘅昆蟲多到不得了。仲有昆蟲會帶病毒細菌，甚至咧有隻昆蟲而家咧會掠啲汁出嚟咧，令到多啲毛菌喺度，同埋咧啲毒蜂咧見到呢啲汁咧，呢只昆蟲叫做 spotted lantern fly 嗱，佢咧就會去嗰個位置度咧，生喺嗰度之後咧，啲毒蜂咧就會起個巢喺嗰個位置。咁你諗下，周圍都有毒蜂咬人啊，點樣？咁所以高一度。就已經會多咁多倍啦，個倍數好㗎。我想問咧，即係譬如喺家居或者我哋生活環境裏邊，點解察覺到你頭先講緊嗰啲叫做好同埋壞嘅一啲昆蟲出現，我哋應該又點樣應對好咧？嗱，我就擺咗幾條 link 喺我 Facebook 啦，等大家可以睇到啊呢啲咁嘅嘢啦。因為睇開嘅有時電台咧收音台嗰啲。講十分鐘、廿分鐘，同埋仲睇唔到啦。咁你變咗你可以打 beneficial 嗱，你可以好簡單。如果睇唔到我 Facebook， 而家你即刻打佢 fake ladybug， fake ladybug， 你咪睇到哇，原來有咁似嘅喎。哇，我都俾佢呃咗，可能你都會話我記得見過啲隻喎，覺得係好嘢喎。好啦，咁當你知道咗都高一度就會咁。咁你諗下做農夫同埋做花王做咩？梗係買殺蟲水，梗係買嗰啲啦。咁如果買殺蟲水，咁啊，唉，發覺唔係好得，因為有好多殺蟲水唔得嘅，因為佢係得對一隻就得，唔得對第二隻。咁你梗係用到一半唔得嘅，梗係點咧？就抌咗佢啦。哇！呢個教育好重要啊，就係你唔好抌落垃圾桶啊，因為咧抌落垃圾桶去咗嗰個 landfill 裏邊咧，咁就大件事，因為佢 concentrate 咗，應該製造一啲嘢咧去 neutralize 佢，但係而家冇嘅喎。而家除咗抌咗支殺蟲水或者抌咗嗰啲殺蟻嗰啲嘢嗰啲。咁佢覺得煩啊嘛，唔得梗係抌咗佢啦，唔通留翻嚟用咩？咁就真係呢個冇連垃圾槽嗰邊都冇一個 neutralisation 嘅方法。仲有上次喺電台以前咧，嗰個教過你食蘋果膠啊，嗰樣嘢整蘋果膠啊，蘋果膠可以減低接農藥接觸咗嗰樣嘢喎，好重要嘅喎。咁變咗上次冇個 context 去講農藥咧。然後農藥會整間癌症咧，我哋就即係我唔會拉入去呢個 topic 啦。但係如果能夠令到啲高層明白呢樣嘢，搞個 social enterprise 嘅 project 出嚟喺 Wharton 度，哇咁樣咧就變咗由農夫嗰度，咁你咪唔使銀荷包去買，即係買個嘢就擋箭牌，買個方法係擋自己食啲健康啲嘅嘢，食啲乾淨啲嘅嘢，唔使啊，因為佢已經製造嗰個過程裏邊識 do 啊嘛，佢已經嚇做好啲啊嘛。今日就係講呢樣嘢，就是、如果你令到你啲細胞起碼個摩擦減少，你令到個環境嘅摩擦減少，其實你人生裏邊舒服好多嘅。但係如果你令到個摩擦好多嘅，譬如你見到啲人唔啱。你又一把火，佛都有火有句嘅嚇，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咁激到自己激象發，咁然後搞到自己咧爆咗血管，
抌烂啲碟，系咪？嗱，你抌烂个碟会点咧？就系个碟会烂咗啦。嗱，会唔会影响到嗰个对方睇到只碟烂，跟住之后咧就下次话，哎，我唔想佢咁，梗系唔会啦。睇人嘅啫嘛，有个人就话，哎，原来佢会咁噶，下次激到佢抌多烂几个碟先，等佢仲蚀得重啲，又有啲咁嘅人噶，乜人都有。細胞啊，乜嘢細胞？細胞嘅性格仲多过人嘅性格，所以你唔好谂住咧，即系你咒人哋啊，谂人哋唔好啊，即系甚至自己屈埋咧，就佢唔记得，神经线系记得最多，所以通常咧，佢哋咧即系流啊流得最快。你啲红血球啊得120日命嘅啫，如果系正常红血球，白血球咧得3日命，所以你所发生嘅嘢佢都唔记得，但系白血球系帮你做抵抗力嘅，所以如果你明白。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細胞會有記憶力，你的腦那些細胞就是神經線細胞，那就變成了會記得了。其實呢，你們剛才有講的時候，就是從比賽也好，或者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細胞也好，我們飲食也好，就是我們應該是從哪裡開始一個起點，管理自己，就是令到我身體的器官、神經、細胞的協調，我知道如果有不協調的時候，我們會有些信號的，例如可能那裡痛，或者我們的體溫有些不同了，我們怎樣從第一步開始如何管理好我們自己身體上面這幾部分的。 當大家在吵架的時候，你不斷我不斷幫你，你又不斷說我壞人，那就變成在這一刻裡不談得起，繼續談就你只是說我壞人，再加多幾句粗口，那就變成死了，那就變成我除非我面皮厚都不聽，但是怎樣面皮厚 都有些傷口的，所以就頂了幾耐。所以我們知道在吵架裡面都不應該這樣。那人體裡面什麼時候吵架發緊燒，當你痛緊嗰時咯，嗰時咪就係叫做 inflammatory phase 咧，冇得傾嘅喎。你唔好諗住咧，唔好諗住搞掂。係啦，咁你如果食啲消炎藥啦，嗱食消炎藥會發生咩事？咪就係攞啲冷水抌落去咯，即係成扎水淋落去，咁啊哇真係即刻平息咗，即刻停咗，但係冇平息到。即係仲係記得你，都仲係即係好易又再嚟 inflame 過，冇徹底搞掂個問題。唔同魚油喎，嗱魚油咧有一種方法咧，就係會令到個 inflammation， 因為你俾緊資源佢，然後佢搞掂佢嗰個，即係大家都開心啲啊，即係請人食個飯啊，即係咁樣會好啲嘅。即係食飯啊，睇戲咁樣，哎咁啊睇住套戲先啦，都起碼有啲嘢頂住，但係唔係淋。啲冷水攞個水喉嚟，攞啲凍水淋落佢度，即係你要睇下用咩方法嚟平息嗰個摩擦喺個細胞裏邊。咁點解會有摩擦啊？好多因素嘅喎，食啲唔好嘅油就可以喺啲細胞裏邊咧，令到糖尿病嘅摩擦。嗱，糖尿病即係話個身體唔可以食咗糖落去，佢唔識得去提煉啲糖啊嘛。咁就喺啲翻啲尿，點解叫糖尿就喺啲尿度見到啊？甜嘅咯，啲尿係甜嘅。咁然後你就話，唉，我再食啲衰嘅油落去會點咧？佢原來令到成件事咧，就係本來有得消化，而家成個消化系統都壞埋，因為顧住要消化嗰啲唔好嘅油啊嘛。所以你只要明白呢一點咧，你擺少啲唔好嘅嘢，嗱，平時嗌交係咪最好就係知道邊樣嘢令到對方好敏感嘅，減低嗰啲情況，跟住然後慢慢。即如果講細 call， 慢慢帶出一啲題目咧，就小心啲。咁然後冇令到冇踩親佢條尾啦。聽到有啲人都咁樣講啦，冇踩親人條尾。而家人哋條尾好大條啊，而家係好易踩到啊。咁你冇踩親條尾先。咁身體如果明白身體嗰個溝通嘅管理上邊咧，油啲益咗個油咧，梗係唔好啦。但係咩叫做益咗個油啊？你食得出定話你食唔出益咗？咁好多時候咧，油咧，你煮得佢太耐咧，就製造一個唔係我哋認識嗰種溢咗個味道，但係佢叫做 polymer。所以食牛油啊，如果你係有膽痛，即係個膽唔係好好，咁所以靠曬個肝嚟做膽汁啦，因為個肝做膽汁嘅。好啦，跟住咧，然後你食咗啲牛油係煮過，同埋啲牛油係冇煮過個分別好大嘅喎，係有膽痛嘅人咧食煮過油都唔煮過同冇煮過嘅牛油。分別有啲咩有幾大？分別大啦，分別大就係你會膽痛咯，你會膽痛咯，係咪？咁所以係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噶咯喎。係啊，下個禮拜再傾過，係啊，好啊。喂喂喂！係。
喂，哎，过钟啦，过咗钟啦。唔紧要，我就咁谂住咁样由得佢漏过去咧，跟住咧，然后你哋就咁样咧，咁就差唔多。因为好难定嘅，即系呢个又令人有兴趣啦。咁然后你又下个礼拜讲。系啊，好嘅牛油，系啊，你讲到好嘅牛油，同埋有唔好嘅牛油，下一集。系啊，仲有喎，就系唔系要买一个好嘅品牌，系同一只牌子，跟住咧煮同埋唔煮，系啦，煮同埋唔煮就会定咗佢会好同埋唔好，因为你有已经本身有个胆有问题。嗱，如果你胆冇问题，你就唔会有反应啦。但系如果你咁唔系代表佢系好过煮完之后，但系咧你啲咩煮咧都有好多方法。煮熟过，即系话要煮熟啲牛油啊？唔系要煮熟啲牛油，如果你有胆痛就唔好煮啲牛油啊。唔好攞啲牛油擺落個鍋度煮啊！咁但你話冇啊？我啊中國人，我係啦，煎牛扒啊，或者炒碟餸啊，或者整一啲嘢嗱，有啲人咧就煮完啲牛油咧之後先抌只雞蛋落去嘅，或者煮一啲嘢等佢香口啲嘅。咁咩人會咁做咧？好多時候出邊嘅餐廳會做咯，唔係你自己做噶嘛。哇！原來食完喺出邊咧，搞到我咧，跟住然之後你未必知嘅，因為膽痛有 delay effect 咧，就可能係兩日後。咁你就怪咗嗰餐嘢，但原來係兩日後已經整緊噶啦，搞成你咁啊！兩個禮拜前，令到你個 efficiency 低咗。咁呢個咪就身體管理咯，係起碼你要知道個 trigger 喺邊度，邊度嚟嘅。有啲人唔知噶，佢唔知道原來咧加咗息，所以佢生意而家唔好。佢諗緊就係話唔係啊，我努力啲就得噶啦，鐵杖磨成針。但係萬一你磨完咗個針之後咧，你想要翻個叉咁點咧？所以變咗，哇！我原來要個叉，你唔早講，我喺嗰度中間停咗，磨咗隻叉出嚟俾你，之後先磨針就得啦。所以次序好重要，唔好亂咁，即係唔睇個次序重要性啊！你明唔明啊？哦，係啊 ，OK， 係啦，嗯，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又繼續咯喎。下個禮拜繼續，下個禮拜係繼續，係啱啊！我下個禮拜你睇下，你就係兩點幾嗰段時間啊嘛，咁你要早啲同我講。有幾多少時間啦？因為其實有冇時間我都講到嘢嘅。我同你講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通常早一日。我有嘢想，我又想問你啊！我想問你啊！咁而家咪好好？而家又今個禮拜又多咗廣告喎。嗱，其實呢一個咧就唔係廣告嚟嘅，呢一個係自己啲一啲嘅即係你知星島咧，除咗有廣告之外咧，咁仲有搞好多班嘅，即係要多啲收入噶嘛。咁我哋就搞咗呢、這個就係要宣傳自己嗰個鋼琴班啊。咁就隔離講就即係唔係話外邊賣嗰啲廣告咯，嚴格嚟講。哦，即係 OK。咁但係都係有啲咁你有啲嘢要褪落去嘅，咁所以唔緊要啊。即係總言之就係、是、係聽到啲我有時聽到你哋有啲好嘅嘢咧，咁啊，梗係有啲即係。呢、这個時間梗係夠重要，先至會有啲人揀呢個時間。咁啊，即係話我哋一路繼續咁樣講啲嘢，有幫到人嘅。咁啊，其實已經係、已經做咗我哋要做嘅職嗰個責任啦，係咪？係啊，完成責任啊，係啦。咁你啊，你叫做人哋話 have a nice weekend 係咪？即係咁樣。係啊。有冇？咁你通常你 weekend 做啲咩㗎？唉，我都忙到飛起啊！贏咗就等於輸咗，就係話輸咗時間。咁啊變咗而家有排搞啊，因為同埋好多人都唔識農藥咩，又叫咗我嚟講，而家變咗咧，因為好多時候咧，當喺個比賽裏邊咧，你就變咗有就製造咗個摩擦啦，因為你贏啊嘛，贏啊梗係個個人因為心紅你贏咗啦，或者輸咗嗰個更加會啦，咁啊變咗你知唔知道咧，贏第一。或者輸第二咧，就通常頂唔順嘅。你如果睇翻啲嗰啲 data 咧，輸咗排第三啊唔緊要，因為同第一爭好遠啊嘛。但係有陣時輸第二咧係爭哇一秒啫喎，喺奧運輸咧攞咗銀牌嘅，唔係攞金牌啊！哇，以後都銀牌嗰個先係最慘，好慘，啱啊，開心啊，係啦，啲 data 就係話就係最唔開心、最慘就嗰樣嘢。咁有啲人塞咗裏邊咧就轉唔翻嘅喎，反而第三嗰個就開心啦，銀牌係最唔開心嘅。係啦，冇錯，你又知嘅，點解你會？哇，好啊！梗係知啦，參加個比賽都知啦。哦，你原來參加過比賽嘅？我以前有參加運動會噶嘛。哇，咁你就真係清楚呢樣嘢啦。所以你諗下嗱，細胞你諗下攞唔到你個維他命 B 十二啊，
输排第二嗰个咧个细胞通常都会好多问题。咁通常佢发生咩事，好多嘢会发生嘅。佢会 round 埋其他细胞一齐暴动啦，第时咧插你背脊啦，咁啊又系插你另外啲细胞。呢啲全部喺啲 data 里面睇到发生嘅，同埋通常咧食咗农药先会令到。平時啲細胞就話：，唉，唔緊要啊，一齊一家人嚟噶，食咗農藥就嗌交多咗，同埋啲啲摩擦多咗嘅。你話農藥幾犀利啊？真係。但係你除咗食 organic 嘅嘢啫，如果唔係，一定係有農藥噶啦。所以我咪就想改，我就想改，但係啲農夫要種植，你都唔好，你都唔好咁樣種。你要知，你要有個知識，就係話你用唔曬啲農藥咧。我哋自己食翻嘅，咁啊變咗喺個食物鏈喺裏邊喎。咁你唔使用到咁多，你要睇定啲，同埋你要揀，你要明白個昆蟲先用邊一隻。咁而家乜嘢昆蟲，你壞嗰啲昆蟲都多咗，少個昆蟲就少咗喎。咁所以變咗我哋種嘢咪難咯。因為如果佢冇人播種子啊，採啲蜜啊，整一啲花啊，咁其實你最後嗰、那個嗰、那個嗰啲糧食少咗，跟住但係啲蟲窿又多咗喎。咁啊變咗你一望落去話。呢啲咁衰，梗係要落多啲農藥。咁變咗咪就係佢哋要有喺度教育到明白就係好嘅。而家因為個環境暖咗咧 ，climate change 咧就會咁。咁我就話有個咁嘅教育，如果可以借用啊，即係啊漂白個水公司啊，邊啲高層啊，第一要佢哋著重，即係我要贏就咁解，因為佢要知道呢個一個大問題。嗱，如果我輸咗咧，我就冇個平台去講啦。咁我贏咗啦，咁而家啦。就係、是、我贏係因為用生意角度贏，我就話起碼你有個 有個問題，你有個 product 可以解決佢。如果你冇 product 解決嘅，你係繼續解決，咁邊個俾錢啊？咁變咗你起碼 round 咗啲人想去俾錢嘅，即係譬如佢話佢唔想 organic， 因為 organic 仲貴仲難種，但係佢想種嘅話，嗰啲嘢咧冇咁毒嘅，都有 market 噶。咁佢要只要做呢啲嘢咧。咁大家又會又唔使俾咁貴啦，原來最貴嗰個 organic， 但係冇咁貴嗰個貴多少少，原來係呢只嘅，或者甚至一樣價錢嘅。咁可能咧就好睇個 demand supply 咩貴同少啫嘛。啲 organic 咁少人食，梗係貴啦。咁但係其實一路行緊 organic 嘅方法咧，其實淨係救自己係錯嘅。我今日就係咁講，咁佢話。哇！你真係你又願意話自己係錯？我話梗係錯啊！我話個問題就係我冇辦法令到你哋改啫嘛。但係如果有曬咁多高層嗰啲 Fortune 500啲公司喺我啲 peer 裏邊去令到佢哋明白呢一點咧，咁咧起碼嗰樽農藥嗰樽殺蟲水，就好似你個手提電話你用完你唔會抌落垃圾桶啩？即係變咗咁啊！因為佢係啦，咁你諗下嗰半樽個殺蟲水抌落垃圾桶，咁你覺得去邊度啊？咁啊，梗系去个垃圾槽度，有啲填海啦，系啦，跟住爆起上嚟。咁你谂下，食少少就冇嘢，都系成碗食落去喎。嗰只雀仔或者嗰个海豚或者点样，咁啊个海狮，咁啊唔怪得知，咁啊唔怪得知有咁多问题。咁咁啊，仲有啊，就系永远系啲衰嘅咧，等紧啲好嘅咧去坏嘅。咁所以咧，嗰啲好衰嘅虫咧。佢哋咧全部等緊，因為以前有個平衡控制啊嘛。而家我哋又幫緊啲壞嘅加緊速，個環境又暖咗，搞唔掂噶，搞唔掂噶，係啦。好啦，咁 啊今日你變咗你可以唔使做喎，你而家同我傾偈喎，幾好係咪啊？係啊，我而家又係要準備新聞啊。咁快？有幾多分鐘啊？啊？短長新聞我有成半個鐘噶。哇！起碼有幾分鐘啦，唞下。嗱，教醒多你一句就係深呼吸 ，hold 住十秒，跟住然之後放出嚟。喺嗰段時間，有人話深呼吸十秒 hold 住唔好放。如果你唔係 hold 唔到嘅話，就係你有 covid 喎，係嘛？咁當然好多呢啲嘅，咁我下一個你練落去就廿秒添啦，咁啊變咗，但係十秒咧，如果你十秒 hold 住咧。記得唔係淨係咁做，係諗翻啲好嘅嘢。嗱，好嘅嘢咧可以包括首歌嘅歌詞啦，可以係一幅相啦，一啲嘢。呢個係喺呢個叫做 mindset change， 就係你起碼即係你入題啊。好似你唱首歌，你入題咧，你如果諗住嗰啲歌詞咧，你會更加可以。即係你有陣時唱完一首歌，就一即刻轉另外一首歌。咁你而家咧就快要轉到新聞嗰首歌啦，所以你深呼吸，跟住咧十秒放翻。好。啊。好，我试下。好嘛。咁我下礼拜就 call 你， okay. 我下礼拜四先话俾你听有几长。冇问题，下个礼拜。唔该晒，唔该晒。拜拜。拜拜。拜拜。咁样就完咗噶咯，
所以我就喺度咁樣 cancel 啦。不過今日係難嘅，今日係難嘅，因為咧我贏咧，我唔想令到大家有嗰個摩擦喺度，因為我最主要就係要同大家做到朋友，因為仲有好多嘢傾噶嘛，唔一定係要喺個比賽裏邊贏，但係有陣時一啲環境或者個情況係一個比賽，咁所以你要點樣去令到嗰件事咧可以又通到，又可以做啲嘢就。令到我想起不如拿今天的題目就講一下，我要經歷這件事，我人要經歷這件事，但其實你身體的細胞你不能即變成自己小一點進去裡面跟它溝通嘛，所以你所吃的東西和你所用的東西和你所想的東西，不只是放進去的東西，你所想的東西都會影響你的細胞，其實的 feeling 它的感覺它的運作，雖然有些就影響多一點，有些影響少一點，我都說白血球三日命紅血球，如果正常紅血球就120日命，那你所做的事沒曬變成這樣，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要keep住看著呢，白血球幫你抵擋那些細菌那些東西的嘛，所以它三日就走了，哇 我三日前我真的很心情四五日後我原來的心情很差的，但他們只看到你的不好的心情，即當你明白了細胞都有不同的壽命在這裡，就會變成你會多了去想我原來我要真的在個身體上的管理是要很多很多步驟要想的，要看著的，不是只是想所有永遠，或者一補個身體就補，有時候你想補那裡想補個腳趾弓，但是原來呢你不懂補個腳趾弓，你在口服口服下去的時候去個腳趾弓要幾耐，同埋有幾多細胞同佢爭，可能呢嗱啲啲有啲 data set 就發覺原來捽佢呢同一時間呢又食啲即係去魚散魚嘅嘢呢，如果個腳趾弓係瘀咗，但如果係個腳趾弓係有痛風又唔同做法，呢啲呢就係我哋喺食物管理身體管理裏面可以再提升自己。